比如说你要过日子，总要有自己的地方。如果我不在乎它17、18万还是15、16万，其实对我来讲都一样。那如果现在我刚刚跟你讲了，我觉得从各方方面面，那其实我让你来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你帮我做做账，以后我们有黑了，我们可以再打。我自己做了2、3年、3、4年，我自己没给我自己开过支。生意是越做越。